大家好，今日同大家行鹅坪栈道睇大佛。喺日东村富日楼落车之后咧，我哋需要行一段平路，先会去到上山嘅起步点。而中间我哋会经过一个浅滩，喺潮退嘅时候咧，会有一大片空地浮现，有唔少人都会喺度影相打卡噶。嚟紧咧，我哋就要一口气上接近300米高嘅梯级，啲梯级咧全部都铺得好靓、好整齐，只不过系行落会好攰咁解啫。行到咁上下，觉得辛苦嘅，记住停低饮啖水，唔好死顶。在休息点上多几步咧，就会见到第一个缆塔，但千祈唔好开心住，因为嚟紧上上落落先系最辛苦，尤其系上完300米，对脚都开始有啲软软地。好彩沿路我哋可以远眺一下机场嘅飞机升降，同埋咧可以同啲木造嘅栈道打下卡，影下相。由转向站开始咧，终于可以行得比较轻松啲，离远咧都可以见到大佛同市集。如果大家想喺更好嘅角度俯瞰鹅坪市集，就要跟我喺小路上飙高处睇睇啦。由标高处落去呢段路咧都几难行，因为咧系沙石路，所以身手唔太好嘅山友咧就唔好上嚟啦。条片系咁多，再一次多谢大家支持 Joey Walker， 多谢收看，拜拜。Joey Walker 行山 Apps 已经喺 App Store 同 Google Play 上架啦，除咗有劲多条行山短片之外，仲有齐排序同筛选等等嘅功能，以后就唔使再拗爆头谂去边度行山啦。仲等，快啲去下载啦！